对吧？那么我们真的一改国际符合了我们所有的这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啊，就是一教一复制的精髓，对吗？没有最好啊，可复制就是最好，没有最好，简单就是最好，简单就是核心竞争力，对吗？所以说呢，那么从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懵懵懂懂，也没有人脉，也没有那个什么技能啊，这就是跟着我们一家国际的培训系统来培训。那么我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人，我们讲一张白纸好复印，对吗？那么我就是跟着系统的话呢，一直来学习，告诉我，从第一天我学新起步时告诉我，就是什么要这个成功九步的梦想，对吗？点燃梦想，其实以前我们都有梦想，但后来的怎么样，我们讲年龄越小梦想越大，年龄越大梦想越小，对不对？不敢梦了。但是呢，真的是在一家国际的话呢，我们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你这样这样这样去做呢，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当时我就激发了我所有的梦想，我想哦，那我第一个梦想是我要上水晶，好大的梦想。对，然后呢，我当时想，我第一个梦想要上水晶，而且我要6个月上水晶。后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公司的系统的高要求，告诉我你可以去做到，去挑战你自己，你可不可以2个月上，可不可以1个月上？我说那怎么上？真的是告诉我3分3讲，我真的是做到了3分3讲。我真的没想到的话呢，我1个月的就上到了水晶级别了，真的是在陌生市场。我告诉我自己，我不喷完3个人是不回家的。所以说呢，后面那个以林皇冠已经是我第3代了哈，我都是一个一个的去啊去喷出来的啊讲出来的。真的没有想到，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去创造奇迹，是不是？那么真的一路跟随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真的是收获的非常非常大。那么不断的去坚持，我们知道这个生意就是一气呵成的，你如果坚持了以后呢，你就不要停下脚步。刚才按照三号怪讲的非常好，一定要去坚持啊，就是贵在什么坚持，是不是啊？当别人不理解的是你的坚持，当别人不相信的是坚持，当别人还不做的时候你依然坚持做，对不对啊？坚持就是胜利。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停一天的时候，团队肯定停一周，我们停一周的时候，团队就可能停1个月，当我们停滞1个月的时候，团队就可能停滞1年了，可能的什么你该有的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坚持梦想。那么我一路走过来就是很坚持，真的通过这份坚持，通过我们公司给到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政策，还有我们公司真的是非常大爱，从我们主席到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对我们非常非常的用心认真和付出，有没有？真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们一家国际是与爱同行，这份事业就是让我们从主席到公司的员工到公司负责人到我们所有的领袖们都是什么，能够去秉承着有共同的一个价值观在里边，然后呢不离不弃的这样去坚持，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呢，让我感觉呢真的是收获呢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我也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一份坚持，让我的话呢真的是8个月7个多月，其实我们就做周周封顶了。所以说我也是感召了林先生的怎么样，把他的传统生意全部的放下，把他股东的权利全部撤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林先生讲过一句话，就是不怕重来，就怕没有未来，对吗？因为我们看懂了，我们跟随我们主席，跟对人做对事就是选择大于努力。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选择不仅仅是挣一点点钱而已，更重要是什么呀，是挣一个我们永续的保障，自己的保障，还有我们家族的保障，还有相信跟随我们那些伙伴们的保障，对不对？对大家知道我们夫妻的话呢是放弃了所有所有的一切，然后呢选择什么全力以赴的跟随，就是一个相信，能让我们的话呢今天从跟随主席呢和系统呢，到今天我们已经买了属于我们的9套房子，在我们的马来西亚和在中国的海边哈，那么我们和主席呢已经有4套房子是邻居了。那天呢，我们在就是洛杉矶呢，我们去主席的豪宅的时候呢，你看到哇，这好美的泳池，
又激发了我的这个梦想。我说哇，我也想在这买个房子。买，主席讲，先不要买啊，说要买，我们要到什么加拿大去买？温哥华呀，主席讲，我们主席好像在温哥华那边买了买地。主席，我们一家国际要自己开发，变成我们的一家的什么家园，家园好不好？要不要买？太好了，你激发了梦想了，对不对？不但我们自己要买，而且带更多更多的我们的家人一起买，我们都成邻居，好不好？好。真的，我真的太开心了。那么这次呢，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北美哈，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啊、是这样。那么第一次来夏威夷，那么一路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的幸福感，是吗？真的，小到我们的一些精美的礼物，然后包括公司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啊、每一天都给我们发福利呀、啊，哦 ，Q Ten 啊，还有那个五星餐啊，还有 Plotty。哎呦，暖到我们的心，真的是感觉有点过意不去的感觉，好像我们，哎呀，是不是安总？好像努力不够啊，对不对？公司对我们太贴心了，对吗？真的是，所以说的话呢，还有呢，公司呢一路都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周到的安排啊，真的就是包括我们去那个参观那个什么，就是珍珠港的时候啊，当时说不可以带包包，主席特意的就把那个。做的个什么让拿带来什么透明的包包是让我带上，是不是啊、嗯、所以说点点滴滴的这样给我们的一个关怀和关爱呀，让我们真的是感觉跟随一家真的是太幸福了，对吗？所以说我们全家人的话呢，在一家国际都中有归宿感了。那我们家的话呢，我婆婆呢已经快到红宝石了，那么我的小女儿也快到蓝宝石了，那么连生的话呢，她的户口呢也快到皇冠级别了啊，所以说的话呢，真的，跟随一家的话呢，让我们可以怎么周游世界；跟随一家呢，可以让我们实现我们所有梦想，让我们改变自己和改变整个家族命运，是不是？好的，让我们加油吧！谢谢。感谢孙佳静老师，感谢孙佳静老师。温馨提示一下啊，请大家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打到正音静音或者有没有关机状态，好不好？啊，不要发出那些在会场不发出那些不行的声音。啊，有一句话就是，选择之前可以怀疑，一旦选择就要怎么样？坚定不移。就要坚定不移，就要相信，对不对？做一家呢，实际上可能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投入一个二星会员的钱，也就是用加币来说，可能就是5000加币，但是就可以做全球的啊。永续的持续的收入，所以这是真的是一门好生意，是不是啊？比传统生意要好很多的生意。好，那么我们下面继续欢迎我们来自香港的 Barry 三皇冠。Barry B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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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y全球的一家的股东们，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 ，Yes， 哇，我是 Barry， 来自香港，我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在我过去的四年，我打造的60000人团队，大家想不想知道如何做到？想，但是我听到声音喊的是闪，想，有没有激动一点呢？想，对了，这是我是要激情的跟大家分享，是不是？是。所以，想当初我跟大家一模一样，坐在上面听了一场的培训课，那天起触动我内心的梦想，让我快速的实现我的梦想。在过去四年，想起当初我跟我太太 Amy 从上海移到香港，带着一只的麦王女到香港做市场，从零的开始到现在有60000人团队，
辐射了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一家国际的趋势，大家认同吗？回到过去四年我的心路历程，历战过，我们战胜的一次困难又一次困难，因为我们焦点在目标上，所以让我们很快登上了上王的宝座。在一家的成功，你不需要打败或者伤害任何人，而是支持和帮助更多的人成就自己。对不对？对。所以有多少的生命因你而改变，有多少的梦想因你而改变，有多少的人生精彩因你而改变，大家同意吗？同意。所以谢谢谢谢啊，又不别讲这个稀稀拉拉，好不好？别人不容易改变。我在一家的成功，我总结的两个字，第一信，第二要相信。你要相信公司，相信产品，相信公司的奖金制度，更重要的是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在那个世界上可以成功，可以成就你梦想。但是一个人相信很难，更难的是在一家从开始到现在都很相信，都很相信。因为这个今天的场面可能一年或者半年这一次，你带着很激动的心情，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亲戚朋友跟你说你被洗脑了，这是骗人的，这是没可能的，你那些还相信吗？还相信。我相信。相信。当你拿到产品回去用的时候，哎，为什么我的效果没有别人好，甚至我的脸上长了两个痘痘，你还信吗？相信。相信是吧？当你你很努力，很努力，你约了朋友，约了不来，来了不做，做了不久，你那个时候还相信吗？当你很努力，很努力，有一个小小的团队，但是一个个离开了你，因为他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着去做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回来打击你，甚至乎你失去能力的时候，失去能量的时候，你那些还信心吗？真的伤心。真的伤心。所以很伤心。伤心的，对啊。所以当你还伤心的时候，相信可以成功了吗？相信就是第一步的成功。另还有一个人要，在一家平台，只要你敢要，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我曾经有伙伴问我，贝伟老师，我有没有人脉关系？我有没有经验？我有没有没有人脉？我没有自信，我怎么样做啊？我跟他说，我恭喜你，你没有包袱啊，你没有压力啊，你不属于归零，因为你本身就是零。对不对？在一家的世界，就是冲上上网的最快就是归零，对不对？所以又问 Barry 老师，我怕不成功。我说你今天不改变，你以后是不是更可怕？对，只要你目标，只要你的目标大于你的恐惧，你多想一下你的目标，你
想一想你成功的成绩，你也充满力量，对不对？对。我想今天想跟各位男人讲，男人在哪里啊？在这儿。各位好吗？如果你一个老婆来做一家，你好好的感恩，好好的感恩，好好谢谢他。不要等到失去的时候，倒霉啊！你的开始就是你了。我跟女人讲，如果你老公，如果你另一半来做一家，哎呦，我老公怎么会做一家呢？这个是啊，很丢脸啊！我的老公在外面就是个飞黄腾达的。我跟你讲，你老公在一家飞黄腾达，他带着你上舞台，他带着你去旅游，同意啊？同意。所以，如果你老公在飞黄腾达，我不多说了，对不对？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我在一家做的还可以嘛？四年时间有六万成对，是不是？我跟这一家成功的机会是什么呢？想不想听？想。想一想，别讲清楚，真的是什么？在我在一家的成功机会就是保持简单和专注。把简单和专注，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你只要专注。我每天就是吃饭睡觉瑜伽，吃饭睡觉瑜伽，吃饭睡觉，然后就出了三万块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非常激动，我们一家的新时代真的胜。八个字，我给自己八个字，我经常用八个字提醒我自己。一家新时代就是胜在改变，赢在团结，让我们飞得更高，好不好？好，谢谢。谢谢 Barry， 谢谢 Barry。最后一句话，让我们飞得更高。我发现在我们这一家事业里面啊，有很多神仙眷侣哎。前面已经有两对李杰和刘维姐，那个孙佳静和林甲华，下面又是一对神仙眷侣啊！欢迎来自我们香港的三皇冠 Zuki and Patrick。来自香港的，我讲广东话，因为我老公会翻译的，系啦，会翻译少少啦。咁都好大感触的。三年半之前咧，我加入一家国际医生公司。咁我之前咧就系 Angel 所讲嘅，我系一个好平凡嘅女仔，我系其中之一。我系冇乜自信啦，冇乜点讲咧，即系好怕丑啦。唔敢同人講嘢啦，唔敢見人噶，即係我都好收埋噶。咁我係好平凡、好平凡嘅之一啦。咁我會舉手。咁入做嚟一家國際咧，真係令我改變咗。咁我之前做美容顧問嘅，咁我同我先生咧，加入依間公司之前咧，我哋好中意投資，係啦，任何揾有錢揾嘅地方都唔會放過。咁啊，結果梗係損手爛腳啦，係啦，因為依個平台咧。改變了我們，改變了我們一生。咁我以前細個記得咧，我好中意做空中小姐嘅，因為中意真係飛嘅。冇諗過咧，三年去了八次旅行，都是一家國際俾嘅。可唔可以俾掌聲一公司啊？去咗巴厘島、泰國、馬爾代夫、加拿大溫哥華、三亞、澳洲、日本沖繩。美國 LA 再嚟夏威夷，真係所有嘢都係公司俾咯，好感動，好感動咯。咁同埋亦都好多謝我嘅
最爱的驾驶员 Angel， 给掌声 Angel。好快快，希望啦，电视一家感恩你哋，因为真系呢个平台改变咗我好多，令到我哋人生大反转啊！将我一个平凡冇自信嘅女仔，令到我可以踏出喺度同大家分享啦。之前试过喺台湾巨蛋对住过万人分享，即系冇谂过，冇谂过可以令到我而家叫做有自信啦，系啦，同埋靓咗好多啦，亦都冇谂过正常做空中小姐要好多学识噶嘛，要识英文、识国语，其实我唔识嘅，但系而家可以周围飞咯，真系时间自由、财务自由。咁喺呢段期间，呢三年半嘅期间，去到三王冠呢个位置，其实真系得嚟不易嘅。因为我记得我呢条路都好崎岖，遇咗好多波折，就系因为 Angel 成日教我大量行动，不断做，还原基本步。持续做，不断做，大量做，持续做，不断做，大量做，就成功噶啦。系啊，咁佢咁样教我，结果我真系还完基本步。喺一年半时间，我还晒所有嘅债项，之前过百万嘅债，跟住我哋买咗人生第一层楼，亦都买咗人生第一架车。可唔可以俾掌声我啊？系咪叫反字啊？买咗人生第一个反字。香港買樓都唔平噶，但係真係好感恩咯。所有嘢我都會好珍惜，因為我覺得真係得嚟不易。當初亦都好多人唔相信、懷疑係咪呃人噶、真定假啊？其實時間可以證明一切咯。今日企得喺度同大家分享，我真係可以同我媽同我蛇仔講，我成功咗啦，我得咗啦。而家好感動啊！見到我老公，係啊，我可以抱氣揚眉，依個就係我嘅信念。當初好多人反對批評我，我就係因為我要成功俾啲反對我嘅人睇，我要成功俾啲抨擊我嘅人睇，所以我企到今時今日，所以去到呢個位置。多謝，我相信我今日平凡嘅女仔我都得，你哋都得。我得你都得，我的今日就是大家的明日。多謝大家。我先生就嚟分享啦，佢會幫我翻譯。谢谢。我是来自香港的 Patrick， 忍受一下我们的港普啊，香港的普通话，听得明白吗？啊，有一些反应吧。好，谢谢。我没想到我跟一个梦想，做那个空姐的女生结婚，变成一个王冠结了婚。我是很传统的，在香港念书，然后去了加拿大念了两年，然后最后在香港毕业的一个港仔。那之后在香港工作了七年，在一个美国公司，那个时候是做一个市场推广。那个时候那个公司是一个百年老店，在七年之内可能出国出了不到十次了，坐飞机工作。不过在一家国际，我驾驭了一年多，飞了差不多十次。感谢公司，感谢主席。我相信每一个男生也好，每一个在发展、在找机会的人也好，很多的梦想，是不是？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梦，不敢想。我们缺的是钱，缺的是时间，还有那一份信心。我相信郭主席在这里打造这个平台，是让我们有财务自由、时间自由，还有可以把我们的梦想，不只是梦想，还有去可以去想跟做出来，对不对？
每一家公司都有他们自己，好像吕杰皇冠说的，有自己的品牌，它背后有一些意义。比如说奔驰代表是什么？安全。Nike 代表了舒服潮流。我相信我们的一家国际，我们的 Miami 代表的是一个打造梦想的平台。打造梦想的平台，以前我在打工的时候都有梦想，不过一直以来都做不到我的梦想。为什么？因为我在一个老店里面来做，那个时候他的公司发展呢都超过100年。我们在一家国际为什么可以达到我们的梦想？因为我们公司很年轻，我们加入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还有要听到郭主席跟我们说，要让我们做成一个百年老店，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我们可以一起成长，拿到里面最好的结果。我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坚持下去，把我们的梦想跟我们的素质发挥出来。我记得我在香港公司，当初我老婆叫我加入的时候，我跟她说：“哎，我又不是以前都不是做销售的，我不知道怎么做，还有这些是女生的事情，都关我屁事。”然后他就跟我说：“啊、哦，那你帮我培训团队了，跟他们多做培训。”然后最后我的朋友在 Facebook 里面就看到，为什么常常在 Facebook 看到我是给一群女生包围着，然后因为我在跟他们讲这个系统嘛，幸福嘛。然后还有就是在这里就我们就是跟着公司去旅行，在旅游，有没有想过它里面有一些意义在里面的？这一次我来了，我去了 LA 嘛，之前跟我30年没有碰面的一个小学同学在碰面。我在想，我刚刚坐在下面在想，如果没有一家，我会不会再跟他再继续的联系呢？我会不会特意从香港坐10多个小时的飞机来到 LA 跟他碰面呢？我觉得我们的友情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不过一家帮我加一脚踢过来。然后他来了 LA 超过20年，他告诉我，你们的老板都是有点变态的，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去吃饭的地方都是最顶级的。还有那我们那天晚上去吃饭的地方，他之前去过，不过没有吃过饭，因为太贵了。那天我们超过100人在那边吃饭，他都想过都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因为主席说过，我们不是做的最好，我们是要做到第一名。对，还希望大家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品牌做到第一名，做到一个百年老店。感谢大家。谢谢。因为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中间就不休息了。如果有会员朋友想出去休息一下，或那个就悄悄的自己出去，因为我们晚上要去坐游轮吃大餐，所以为了给大家留出美美的时间啊，我们就继续了。下面继续有请我们来自香港的三皇冠 Angel 的妈妈May妈妈。好陌生咁啊，即系少咗上去分享啊。
咁啊，我嚟自香港啦，係嘛？咁人哋識我嘅原因就係因為 Angel 嘅緣故啦，因為我真係好平凡，你睇我真係一個好平凡嘅一個女性啊，係嘛？即係過去三十幾四十年前咧，我都係一個雙職嘅媽媽，係一個雙職媽媽。啊，我除咗喺屋企照顧家庭之外咧，我仲要有一份職業，咁啊喺做個銷售行業啦，亦都。細路仔大開始大嘅時間咧，反叛期嘅時間咧，我就轉咗一個文職嚇，轉咗一個教會嘅文職。喺嗰個文職十幾年時間咧，令到我咧連講嘢都唔識講，因為太過黑板同埋好沉悶啊！每一日除咗翻工嘅時間咧，100% 嘅時間都係擺喺家庭度，我係冇一個社交嘅圈子。我是沒有朋友，我每一天上班放工就是照顧家庭，和照顧小孩看功課，照顧他們起居飲食，跟著又上班。那是怎麼說呢？是沒有什麼人生的目標啊。那我的人生的目標呢，就是養大三個子女，供書教學，他們可以自立到賺食呢，那我就是最大的成就。從來沒有一個夢想，沒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夢想，因為都是自小的家裡環境不好，即是爸爸媽媽也都不是很懂得照顧我們、愛護我們，因為封建的家裡，讀書又少，變成得不到父母的愛，很多時候就是不懂得愛我的小朋友。你想想，那時候小的那時候，我買東西給他玩的時候，我要一個有一個條件嘅就係、是、你唔可以叫我同你玩，我可以買嘢俾你玩，但係我唔冇時間同你玩，你明唔明？因為每日放咗工都係不停咁做家務啊，咁啊引致到咧，我其實啲細路仔細個嘅時間咧，我係好少同佢個機會同佢相處啊嚇。咁眨下眼就十幾年啦，佢哋大咗啦，咁亦都追唔到嗰個昔日嘅時光啊，所以我退休嘅時間咧。我50歲就決定退休了，因為那時候大學畢業，我覺得自己應該功成身退了，十幾歲出來做事直到50歲我覺得夠了。那時候我都有少少的微薄的收入啦，即是除了我的工作停了，我都有少少租金收入啦，我亦都有自己的物業啦，有自己自住的物業，有一些租金的收入，有一些車位，其實我覺得過得去的了，我就決定了退休，退休我就發誓不會再做事了，我覺得我應該要享受人生了。但是因為 Angel 加入一家的緣故，大家都知道他啦，為什麼會加入一家啦，就是因為他的生意啦，做到兩間店鋪執了粒，身上剩下7000元，那陣時咧，佢就遇到億家噶。咁億家，佢喺億家裏面咧，尋找到佢嘅夢想，亦都億家俾到佢一個機會，俾佢喺呢個平台度發展得好好。3年多以嚟，我哋一家人係賺咗4000萬。感謝公司啦，感謝億家嘅平台啦，感謝我上帝啦，因為我哋上帝嘅恩靈啊，佢嘅眷佑，讓我哋能夠有咁好嘅機會，可以踏入呢個公司咁好嘅公司。呢幾日大家覺得開唔開心啊？開心。喺呢個夏威夷下度假，我見到個度假嗰個環境咧，真係令我咧，即係非常感恩啊！今朝咧，我對住個大海咧，坐喺度食早餐咧。感恩公司給我的現在擁有的東西，過去呢我真的曾經試過呢買三套衣服穿3年，但我們知道現在已經不一樣了。你看到我現在，雖然我賺到錢，我都很平凡，因為我對於錢咧唔係好大嘅感覺嘅，因為我嚟到依家咧，我嘅目的係為咗幫阿 Angel 嘅啫，至到而家都係。初期咧，我睇到佢一個
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咧，試過三日冇沖涼，入新人啊，三日冇沖涼，做到傻咗，係曾經試過咧，做到半夜三更咧，喺架的士度咧，漏低咗一啲貨，幾十支貨唔見咗 ，Penny 最清楚係咪啊？嗰陣時咧，我就決定要出嚟啦嚇。原先我係諗住係退休，真係唔會再做嘢噶啦。就係呢個機會咧，令我再投職喺呢個市場度，同我嘅夥伴啦並肩作戰。我喺呢個機會咧，都要多謝我以下我幾個黃金大使啊，都嚟到啊，馬 Fanny 啊 ，Fanny 係我早期啦，馬早期嘅黃金大使啦，佢支持我。我下面嘅組織啦嚇，包括啊 Jennifer 啊。姐姐啦，仲有 Suki 係我由始至終都係不離不棄嘅夥伴嚇，咁、我都趁呢個機會咧感謝你，Angel， 我分享親 Angel 嘅慘啊，咁我都盼望咧，日後咧，我哋都能夠咧可以喺依家呢個平台咧，能夠更進一步啦嚇、即係精益求精啦嚇、多謝大家。相信人生咧，我再唔会创高峰嘅，亦都冇任何嘅事业。但系咧，我哋入咗嚟呢家嘅时候咧，令到我哋咧成个家庭咧转变。最初我都同好似阿 Penny 话斋，我哋非常之怀疑公司嘅能力会唔会呃人咧咁样。但系咧，我哋话俾大家听咧，你入咗嚟呢间公司咧，你系绝对系正确嘅，你将会咧有更大嘅空间发展。每個年輕人都有個希望，包括我在內，但是沒有機會讓大家去發展。但是一家的市場已經為大家準備好，全部都已經放在那裡，你們不需要擔心任何的燈油火蠟、鋪租備份，你不需要擔心 marketing、產品、後勤支援，甚至乎夥計，包括資源就是錢。一家各主席拍心口，任何嘢你都唔需要擔心，係由我負責。你哋只係默默做，俾心機做，多講多説，你嘅成功咧就指日可待。其實我諗唔到，你突然間叫我上嚟，我突然間諗，我哋。其實咧，你入嚟一家咧，你係冇任何投資嘅。其實你只係享用呢個產品，但係享用產品之餘咧，你可以咧成為一家嘅夥伴，成為一家嘅合作夥伴。你唔需要任何嘅嘢而成為一個好似我哋入去嗰啲高嗰啲叫做高級會所啊，你成為高級會所會員。試問上你嘥少少嘅。錢咧嚟買呢個產品，令到自己後生咗、靚咗，而可以好似幾位老師話齋，你係做跨國生意。今日我哋能夠嚟到呢一家咧，我係非常榮幸嘅，而且亦都好高興。希望大家咧，仲有一樣，好多時咧，有啲人話咧，老公唔支持個太太，其實係錯嘅。包括我在內，後生嘅時候咧就我養佢。而家年紀大嘅時候，佢養我，即係透過一家嘅事業。所以咧，我好欣賞咧在座各位嘅女性，因為咧佢可能咧遭到佢丈夫嘅反對，遭到佢丈夫認為呢個家庭係應該男人去主導嘅，但佢冇諗過咧，女士們咧，佢想攬起頭家，佢想幫佢個丈夫咧減輕佢個負擔，但係無奈咧。
有好多嘅有能力嘅女士咧，都俾丈夫壓低咗。今日其實在座嘅女士咧，我都好欣賞，因為點解咧？佢哋有夢想，佢唔係一定要做一個家庭主婦，佢可以喺事業再創高峰，佢可以湊住個細路仔咧，都可以咧，可以幫丈夫擔起頭家。我哋諗唔到咧，啲女性咧原來咁犀利，尤其是我太太啊，即係佢原來咧埋沒咗好耐嘅潛質咧，佢而家今日發揮咗。所以大家唔好俾即係叫做咧死在別人嘅嘴裏，即係或者死在丈夫嘅嘴裏。佢講或者有啲朋友話你唔得唔得，其實唔係，你係有能力去做，你係可以發揮你自己。Ben 話齋。你可以飛得更高更遠，不要埋沒自己天才，俾心機做，默默做。我相信咧，阿 Suki 話齋，今日嘅我就明日嘅你。今日不走，明日要跑，你會好辛苦。但係今日走咧，你第日就唔使跑。OK， 多謝各位。还是要真的再次感谢我们的郭主席给我们创造这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只要你相信，只要你努力，不仅可以改变你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能够改变全部整个大家族的命运。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香港的薇姐和 Jennifer。 自己在做一些手工藝，放在網上賣，穿一些給小朋友用的奶嘴鏈，放上去上網上賣，一條呢就是賣28元港紙，大概是美金4元美金左右，是的，差不多了，咁上下啦，4元美金一條咁樣。咁但係咧，我賺一條咧，賺得嗰可能3元美金一日，即係打一條3元美金，我一日咧穿10條。咁一日咧就可以賺到$30。咁我每一晚咧就趁仔仔瞓著咗覺之後，就好努力咁係咁穿呢啲珠珠咯喎。穿到咧有一日咧，終於覺得頂唔順啦。我試過高峰期咧，一個月穿到400條，係咪好誇張啊？400條，日以繼等仔仔一瞓咗覺就喺度穿。因為咧，我先生係開餐廳嘅，但係咧佢俾我嘅家用咧唔係好多。我好想咧俾自己嘅小朋友可以讀到一啲國際嘅學校，會有同唔係一啲好似我哋香港一啲傳統填鴨式嘅學校。咁所以咧，我就好努力去揾一啲新嘅機會，但係咧發覺咧穿珠仔咧唔係一個好嘅方法。呢度多唔多媽媽㗎？家庭主婦媽媽有咩有全職媽媽，還是有咩有媽媽？有啊，也有，也有很多媽媽嘅。即係我哋國語不太好，所以咧呢點點。好啦，跟住好啦，於是咧我就好努力咁喺度揾新嘅機會。有一日喺網上面見到 Angel 嘅 Facebook， 佢話佢自己40天賺了40万，我覺得很誇張。在香港40万大概是多少美金啊？大概是10万美金吧，40天賺了10万美金，我覺得很恐怖這件事。然後我就問他是怎麼下做的。然后我看到那些相片，那个相片就是那用了那个产品，那个面就变得漂亮了，那个斑就没有了。我就想起我妈妈有很多斑在面上，我就给她看那个照片。我给妈妈看完照片之后，我妈妈就说我明天就要去看那个是什么东西。我想我才刚看到这个东西，我也不太相信是不是40天可以赚10万美金。我妈妈就说要用了。我就说哇，这个产品很好，这个生意也很好做哦。
就是我妈妈就跟我去了公司去看，那时候 Fanny 跟我们说那个制度啊、产品啊，我听得不太明白，真的不明白那个制度什么左右啊，有什么组织长啊，完全不明白，也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嘛。我之前是那个太阳线的，太阳线很简单，但是那个三维的就是听不明白，我听不明白。但是我妈妈说我要用 E2 产品。啊，我说啊，你用医兔，但是他就叫我买医兔就好了，做医生五溃疡就好了，不用做恶性肿溃疡。我就说，但是医兔产品是只有他自己用，没有用我，没有我，没有用。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要恶性，偷偷的趁我妈妈去了洗手间，我就说我要恶性，然后就拿了产品回家，我的妈妈医兔，我自己医兔，我的朋友和家庭啊。其他我姨姨啊也要，他们也要试用，所以我的两个星期我的产品就没有了，全都没有了。啊，我说很好，我这个上一两个星期就所有的恶性的产品都没有了，很好做。然后我就再尝试吧。但是呢，我本身呢都不是一个很有很多朋友的人。在我结婚的时候呢，我一家人呢摆了十桌120人吧。在我结婚的时候，但是只有12个人是我朋友，其他的人全都是我妈妈还有我家人。我的朋友很小很小，就是我在做上做职上一定要很多很多朋友的，这个生意我做不了的。我妈妈也是这样想说，她跟 Fanny 说，我女儿不可能做得成功的，你们都可以成功，但是我女儿一定不是成功的一个。那 我当时也是这样想。好了，我卖完第一个二星之后，我就想找人去加入这个生意，我就再入一个二星吧。我妈妈也是二星委员，还有我老公，趁我老公睡着了，我就派了他的身份证，然后就帮他入会了，所以他现在也是医学蓝宝石，他怎么也没有做过，就是医学蓝宝石，所以位置很重要。好了，那时候我就。是吗？我妈妈认识我会员以后，我就去卖产品。但是我的朋友全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但是差不多30岁，所以呢，就他们也不太买这个产品吧。我就说妈妈不行吧，我们太年轻了，可能不能做。但是就是不停的切牌贴牌呀，就跟 Angel 所说，不停的贴牌。他做的我就是复制，复制他做的东西。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不停地揭牌，但是没有揭到人才点，跟住我就好沮丧。那时候我就好沮丧，跟住我就同我上线 Angel 喺度沟通，同 Fanny 去沟通，点样可以去做好呢一件事？因为人哋成功，我都一定成功。产品系同一样，你卖同一支喷雾，我都系卖同一支喷雾。我哋嘅喷雾系冇分别，你系女士，我都系女士，我哋都系人。所以其實唔會係個產品，唔會係所有問題，只係我自己可能心態技巧嘅問題。於是即刻將呢件事扭轉，同我自己上面嘅上部門去溝通呢一件事情。溝通完之後，就開始好努力咁不停咁去揭牌，跟住去做。佢叫我每日 po Facebook 去加人，總之就放低個腦，跟住就不停咁跟住上面嘅人去發展去做去做。好啦，跟住一路去發展，直到我好記得水晶到珍珠嗰段時間。嗰段時間我係揭牌揭極都揭唔到人才點。呢度多唔多珍珠嘅夥伴啊？水晶珍珠，水晶珍珠的夥伴有冇？也有，也有。那嗰個時候我揭咗好耐，都揭唔到人才點。我不斷咁去直推，不斷去做直推，大量直推，直推咗好多人，但係未有一個人才點。但係忽然間，人才點就係忽然間會嚟噶啦，就係嗰個人做嗰個人，佢就會爆發。而喺嗰個人下面一路一連串落去，就發現有一個奧地利團隊。奧地利團隊喺兩日裡面入咗500人，能量聽呢個古蘭啊！那時候我就瘋了2次啦，即係。很兴奋，所以人才点是不会知道几时发生，只要就是听住上个门的嘢，简单听话，相信照做，就一路跟住去做的嘢，就自己去做呢同一样嘢，就一定会成功的。当时我喺度谂 ，Angel 70日，70天可以赚70万，我就想70天赚了4万，我也很开心啊，因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嘛，7万港币已经对香港人来说很多了。也不是很多，就是多了，比普通的打工多很多了。
好啦，跟住於是，但係我喺生活喺我大肚嘅時候，抬住我個女女，個女女喺後面啊，我的女兒，在後面。我去這個生意，每一天都是很多時候都是帶著她，我媽媽也幫我手帶著她。好啦，我抬住我懷孕嘅時候，我依舊最高的時候依舊是20万港币。哇！20万港币大概是2万5美金吧。好，在我生产他的那个星期，在产房没法工作，在产房那个星期是5万美金。对，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不停的复制、复制、复制，我都是复制我的上面，那我的上面也跟着我一起复制下去，那个团队就是不停的大。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就介绍我妈妈，系啦，我妈妈，你啲大家俾啲掌声我妈妈嚟啦。所以呢他们就很尊重我，就叫我薇姐啊。生儿99100，生女100，长忧99，是不是？是。当初女儿叫我看这个生意的时候，我就看的产品很好，所以我就说试试看嘛。然后她就说她又发展，可是我认识我的女儿的从小到大他是很少做一件事情能够成功的，所以我就泼他冷水你不能你做不到了，这个生意不是你做的。第一天我们来的时候就看到 Fanny， 哇，我觉得 Fanny 很棒，能够有50人，我当时觉得很大很厉害。现在 Fanny 是 over 10000，是不是 over 了？我们的团队也是 over 7000人了，真是没想到的，很厉害啊！这是一家这个平台，真是很厉害，很厉害。我跟我女儿当初就是两个人来这里看的产品，我就开始自己用。她是分享，她去分享。后来她叫说啊，我的爱心产品用完了，派完用完就是。给的朋友还有就是陌生朋友在 Facebook 里面认识的，有时候他叫我帮他送货，两个星期他就没有产品了，我觉得很神奇。然后我就跟我先生好像惊叹一样来看一个一家，就是我先生说了一句啊，你们的主席很大爱爱，这一点就触动了我了。然后我女儿就经常在我面前说谁人谁人的成功，谁人谁人有赚了多少钱。我看见他很认真很认真，我就开始想了啊，如果我可以帮他也不错。然后他经常就问我，你今天有没有事情啊，如果你见完啊，我还没有介绍我自己，我是做保险做的差不多30年了，打算要退休了。然后啊，我女儿就经常就叫我来看看看孩子，看他的孩子，看我的孙子，不要影响他跟朋友解释这个嫉妒，我就来了。等一下我就看他又开一个爱心啊，他今天又赚了钱了，来几次他几次都开的爱心。然后他跟我说，妈妈今天我们搭的士了，不要搭那个地铁。我说你发达了，而且我今天赚了10000块了，我的那么快了，那个生意真是很好做哦。然后我就看他很认真，我就陪他一起来这里做。好像今天呢，我觉得来这里旅行啊，
好像舒淇旁三王光说的，一家请我们来旅行了，真是很感觉很兴奋，因为我以前在保险公司是也有去旅行了，可是感受是不同的。来这里我可以跟我的孙子一起来，孙女儿一起来，我女儿带我来，我们来这里是一家人来。上一次我们去澳洲，我先生也有去，还有去三亚，我女儿的两个宝贝也有去，我们能够一家人来旅行。还有就是我从来就是想我女儿都没可能带我来旅行的，因为她之前很怎么说呢，赚的钱不太多，然后她又想买自己的房子，她每一次都很接近啊，但我出去吃饭了是妈妈给啊，买东西给小朋友的时候妈妈你给了，什么也是我给的，给了很多。我心想哇，你结婚了为什么我还是要照顾你了，很疲倦是不是很累，我觉得因为女儿就差不多又三十岁了，还是帮着妈妈的三围去逛街买东西吃饭，然后我感觉很担心。后来很感恩那个我们的一家格计，很感恩郭主席能够有这么好的平台，让一个那么平凡的女孩子能够买她自己的房子。我跟我先生经常为她的房子又先香港付一个首期很多钱嘛，楼价也很高，我们又经常就说哇，她就买楼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帮她嘛。哈，我来到他现在来到一家，我一毛钱也不用帮他，因为一家赚了他第一个首期很多钱了，能够他还有装修，差不多有3-4百万这个港币，真是很感恩哈。能够来一家，我们做父母的，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哈，你又担心他好像我一样呢，你叫他来这里是可以了。帮助你们每一个孩子能够成功，只要你相信我女儿，我看见她的认真。本来我是不想做这个生意的，因为我的保险客户知道后就说我，你为什么那么没专业了来干这个了。我说不是吗，这个很多白手亲家的人也是在这个行业出来的，真的。我认识我的保险客户里面有什么公司的人，我当初看他的时候说是推销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是香港最 top 的 leader， 说赚了很多很多钱买了很多房子。我就跟我的朋友分享，不是这样的，这个产品很好用，还有就是这个生意真的很好，对于我们年纪来说是可以做一个退休，将来我们旅游啊不用担心用完就老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现在的人比较长命啊，如果你没有老板的，老板板钱的老板是不是？你将来真是很痛苦的，人家叫你吃饭啊，需要你去旅行，你全没有钱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很好，这家来到这里可以帮助我女儿，还有就是自己呢也赚的一个老板，就将来我们跟我先生也可以去。这里去不要看价钱，去那里不要担心没有旅游费是不是？还有在一家原来是不用自己去旅行的，一家经常请你来旅行是不是？一家人也可以来，我觉得很感恩，所以我很感恩有一家，也觉得我女儿这一次这样非常非常棒的。如果不是她坚持了，我不会站在这里，也不可能来到夏威夷。夏威夷这个地方从我十几岁我就渴望来这里的，我的同学很多人他们呢都来这里，然后就收的照片啊给我看了，我觉得很羡慕。可是我来这里的完全一毛钱也不用，飞机票也是不吃的，来的住的地方也是很 top 的，吃的
吃的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每一餐啊，是不是啊？好像 Angel 说，逼你吃东西，我刚刚早餐吃完没多久，现在有午餐啊，也是很丰富，你不吃也不觉得，哎呀，不吃不很浪费啊，那么高级，那么好味道的东西。所以我们以前做保险呢，如果像这样的 convention 呢，你要150万的佣金收入，你才能够来到这里，是不是啊？对不对？有没有做保险的？以前做保险的朋友在这里？没有，有。真的，如果你要来这里的 convention， 你住在这么 top 的酒店，你又生意是香港的150万的佣金收入，你才能够来到这里。所以我们很是不是一家很大爱，是不是、啊？给奖金一下，是吧？所以只要你坚持，只要你相信，还有你要感召你身边你最爱的人。好像我女儿，我很感恩她带我来到这里啊！如果不是她给我的产品，要告诉我用那么好的产品，我以前我的两边的，跟现在还黑过，现在很多。以前有的朋友叫我什么？黑胭脂，胭脂是不是黑胭脂？你明不明白？胭脂啊，胭脂是不是胭脂啊？腮红，腮红啊，很难听啊，是不是啊？现在也是，也太阳一晒也出来，可是我很放心，因为我回去不要晒那么多太阳，再碰碰我就要回屋之前了，所以我没有担心。以前我就真是，很多地方我也不要去的，原因就是我很怕晒的两边黑黑的。现在黑我也不担心，回到香港很快就白了，因为我们有那个碰碰，所以非常感恩一家，谢谢。所以大家要留一下，谢谢你。谢谢。来了夏威夷就要尽情的享受阳光沙滩，因为我们有喷喷，我们不怕晒黑，回去以后喷就可以了，对不对？谢谢薇姐。下面继续有请我们来自香港的双皇冠李秀嘞。下面的皇冠，因为我们下面4:15要统一集合去参加晚宴，所以可能要控制一下时间。没关系，我很快的。大家所有的全球一家人，大家早上好。